非常高兴啊，能够和老朋友胡锡进总统先生我们再次会面。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面对面了，这个欢迎你来出席啊北京的冬奥会开幕式。As always here in China, and I can say that not only me, but all of us that came from Serbia, we feel at home. You can count on Serbia as a true friend. Doesn't matter what kind of pressure or different type of influences, nothing can change our friendship of steel and our friendly approach towards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. 但是只需要一份非常诚恳严肃的承诺，中国人讲言必信行必果，也就是说我们一诺千金，我们所承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兑现，提供先进的技术管理设备，开拓更好的市场，改善这里的就业环境，惠及广大的民生。塞尔维亚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首个全面战略伙伴，两国铁杆友谊深厚。访问期间，习近平主席将同武基奇总统举行会谈，就中塞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，探讨提升中塞关系定位，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方向。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八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，对中塞关系提质升级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。习近平热情欢迎马克龙访问广州，表示很高兴同马克龙总统在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。一千多年前，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为元首临水而坐，观景品茗。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马克龙、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武契奇、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和总理奥尔班邀请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5月5号到10号对上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。这是什么？这曲子叫什么呢？流水。流水就是高山流水，千年古琴呢、啊。奏的是这个千年绝唱，高山流水盼知音呢、啊，它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很优美的故事。